好，全力加速到120公里每小时。老远老远老远，刹车啊！120终于是撞上了这个充气的假车。好，没问题，110通过。其实刚才我们这个 VBOX 上面啊，行驶车速已经是112，但是最后还是安全稳定的停下来了。只不过呢，这个距离是离这个假车非常非常的近的。哦，又撞了。总的来说，这个环节啊，腾势 N7 的智驾表现还是超乎我的预期的。尤其是在时速100公里以上的时候啊，如果没有这套系统的帮助，只是让我肉眼判断的去驾驶的情况下，我能采取的动作就只能是全力制动及刹车了。